就是什么机场物价，两颗水煮蛋5.5块。Don't tell me way too much. I never know if you mean it. Oh, oh, oh. Can't seem to get in for. 机场其实很方便呢。我现在在布里斯本的国内航站，它上面其实都有写中文，甚至会直接帮你标出来说，就是你是哪一个航班公司的，然后它在哪一个位置。像我要搭那个 Virgin Australia， 所以我就往那边走。现在来到我的行李箱量体重，总共是15.2公斤。竟然有可以换更早的班。如果之后有需要寄存行李的话，它就在那边，其实过一个马路就可以看到寄放行李的地方。我就是耍白痴，然后找超久，在机场里面绕超久，结果它就在户外。找超久，终于找到可以寄放我行李的地方，而且明明就离我超近了，真的超白痴。Keeping your seatbelt fastened in case of turbulence. If the cabin pressure changes and oxygen is needed, your mask will drop above you. Immediately pull mask down. Don't tell me way too much. I never know if you mean it. Can't take the getting.
什么机场物价，两颗水煮蛋5.5块。嗨大家，我刚刚过完海关了，现在在就是找个位置，然后买了早餐，买了一个叫做 Daniel's Donut 跟 Flat White， 还蛮便宜的耶，这样子两个加起来，然后因为搭配咖啡就是有特价，所以它是157，应该算是近期这几天吃的最便宜的早餐。我要说的是，就是刚才在 Virgin Australia check in 的时候，墨尔本机场跟布里斯本机场不太一样的是，那连所谓的就是行李 check in， 它都是用机器的，服务人员只是在旁边巡，全部都是靠机器，然后你扫描你的登机证，然后就可以把行李放上去，然后行李就可以运送出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缺点就是我的行李上就是有一些条码，然后那些小条码就是那个行李箱去过哪些地方的一些条码，因为机器的关系，所以它全部都要被拔掉，因为他说机器就会扫到其他的 tags。他是说，如果说你要避免这个状况的话，就是以后可以直接去人工，就是他旁边还是有两三个人工的柜台，可以直接在那里做行李 check in 的。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啊，但是为了我的行李安全，然后航空公司方便，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接受。Things in my head.